我们来自法国，日间高中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。我们在川大附中交流学习，我们很开心在这里。近几天我们去晨读《清理五号词》。今天我们在亚安芒吉山做一件很有趣的东西，那就是学习猜啥。现在我告诉一下大家茶叶该怎么采，这就是标准啊，一个芽，一片叶子，然后我们在采的时候，拇指和食指握着茶尖轻轻地往上提，不能用指甲去掐它，会损伤茶杆，泡出来的茶叶就会出现红梗的情况。这是我的第一次摘茶，我很喜欢摘茶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传统的活动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是来自法国蒙彼利埃朱尔盖的高中学校的中文教师，我们非常重视中文教育，从小学四年级我们的学生可以开始学中文。川大附中为我们安排很多精彩的活动，比如今天过来采茶，我们学生是非常的高兴。有多少了？哦，还是不少哦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都采得很标准。好了，我们大家都围过来，我们的制茶师傅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的茶叶是怎么制作的。来，让茶叶受热要均匀，就像炒菜一样。好，现在我们邀请下面一位同学来体验互动一下，有没有两位同学来举手一下，可以再来体验一下。好，欢迎这位同学。好，我们用右手拿壶，左手去抓壶，这个地方。好，来跟我做一个动作，推过去，转过来，对，抓过去，左边，左边转。手从左边转，从左左边，从左边转过来，对，然后提起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右脚啊，对，右手举起来，对，举起来，可以起来，哎 ，OK。再来一遍，起起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们。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，一个是皮影戏，一个是中国的传统电池。
皮影戏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我在学校里能学习到这种文化，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。而今天来自法国的友人来到我们学校了解这种文化，我觉得就更加荣幸。我们现在做中国的皮影，我们获了一个熊猫。其实我的第一次做中国皮影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今天来这个春种梨，把包抄手。我们的中国的朋友们教我们怎么做，我觉得包抄手很有意思，很有玩，所以我很开心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摘茶，也喜欢的活动是去了这里的学校，学生很可爱，他们都送了我们很多礼物，所以我们很开心。我觉得中国学生的态度非常好，他们可以回很多东西。如果我再来四川，我要学一学中国的学校，因为高中以后，我觉得我的中文允许我去中国学习。